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今天这个影片也一样是二诊影片，可是我今天二诊的人物呢？对，我今天二诊的人物就是我妹妹。算算一下，这几个月里面我拍过这样多 prank 的 video， 应该 prank 的人我都 prank 过了。接下来我的目标人物就是我妹妹。哈，你们讲吗？哦，我就知道你们会问这个问题的啦，讲 prank 是不是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我刚刚买了这一个 Big Apple， 这个就是 Donut， 开给你们看一下，它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看到吗？你们这样子，你们可能会很好奇，我拿 Donut 要讲 prank 我的妹妹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市场上有卖那一种 Donut， 它上面会有放那种白白绵绵那种粉，然后你吃下去感觉是冰冰甜甜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刚才要去买那个 Donut， 我打算买两个，买两个那一款，然后买一个空的，因为我是打算在那个空的上面我要加上 baby powder， 对，这就是婴儿用的爽身粉，我打算把这个爽身粉倒在那个 Donut 上面，然后对。你们应该猜到我要做什么，就是拿给我妹妹吃哦。可是我刚要去买那一款 Donut 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跟我讲那一款 Donut 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就买这样的咯。我觉得我妹妹应该是会上当的啦。你以为每个妹妹都可以像她哥哥这样聪明咩？是不是？好啦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去准备好吃的 Donut 送给我妹妹。 Let's go。现在这样应该还蛮像的吧，他应该不会怀疑哦，他应该看不出吧。那么的话，成功还是失败，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OK， 万事俱备，只欠妹妹。接下来我们去等我妹妹回来吧。Yeah， 这一位就是我的妹妹。嗨。你要介绍一下自己吗？我是阿元的妹妹，我叫威威丽。所以我今天我有一个游戏要跟你玩啊。这游戏很简单吧？因为我该买了 Donut 嘛，然后我们只需要比赛吃那个 Donut， 我们看谁吃比较快。一口吗？没有啦，不是一口啦，就我们看谁吃比较快这样。OK 啊，所以我现在先把相机set在桌子先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比赛吃那个 Donut， 所以就我吃第一个，你吃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我们留给妈妈。我们比赛啊，我们看谁吃的比较快。我给你吃一口先。一口吧呀。我给你吃一两口啊，两口啊，我给你吃两口。你不觉得有怪怪的感觉吗？好怪啊！啊！好怪！你除了吃到巧克力味，你没有吃到其他味道吗？你知道你吃的这东西啦，它原本是这样的样子的，然后上面那白白的啦，我是加了 baby 的爽身粉。爽粉，这该吃啊！太刺了，可以互相吗？而且阿盖还问我一口罢了吧，我可以两口吗？然后他吃下去要没有感觉的，太刺了啊！妈妈，他放那个粉给我吃。
美滋的呗。什么感觉？连自己妹妹也配。算了。Yes， 所以今天的二诊计划也算是非常的成功。我的妹妹她直接跑去跟我妈妈去投诉，讲亲生哥哥连自己的亲生妹妹都要二诊，她讲我没有人性。然后你们放心，那个 baby 的爽身粉也不会吃死人的，因为毕竟那个粉是插在 baby 的身上。好啦，原子弹们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去 follow 我和沙子的 Instagram 和来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我会写在下面的 description。如果你们有想要关注我们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关注啦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我们下集。我觉得这影片的结尾应该让我妹妹才对哦。喂啊！好了，今天影片到这里，原子弹们，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